这里真的是可以学到你通过这样子的经文让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是的，让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你的真理，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更好的能做你的跟随者，神啊，把这样的时间都交付给你，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哎，是否我主耶稣基督的灵，阿门。所以呢，加太书的第五章的一到五节，然后首先呢，怎么说呢，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啊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，就是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或者呢，你是对基督教的信仰有兴趣的都有，那来到这里呢，都愿意学一些耶稣基督的一些真理，让我们如何做人做事，这些都非常重要。照理说呢，我们基督徒拥着一个同样的信仰，我们应该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很一致，同样的认知或者同样的行为，但是呢，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，有一些地方呢，我们又非常不一样。比如说啊，我常常听人说，有些人可以进食祷告，有很多不同的进食祷告的方式啊。有些人是一天的某一个时间不吃东西，有些人是只吃一些补充剂啊，喝一些补充剂，有的人是纯只是喝水，一点东西都不吃的。那进食祷告的时间其实也是不一样的，有人比如说一个周末进食祷告两天三天，有的人可以做到一周七天，有的人甚至可以做到十天或者十二天甚至十四天。那耶稣基督在圣经中啊，他做了四十天，哎，没有吃，一直在进食。那我们常常非常的羡慕啊，能做到这些的基督徒，不只是进食祷告，还有很多的基督徒一天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读经祷告，放下原本舒适的生活啊，去远方很偏僻的地方啊，去宣教，十几年如一日呢，在一些岛屿上尽心尽力的服侍啊，非常有恩赐，而且任劳任怨。下一张，对，然后任劳任怨，我们非常羡慕这样的基督徒啊。这个呢，让我们这些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基督徒非常的忐忑，人家基督徒怎么这么厉害呢？对吧？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子呢？是不是我心里有问题啊？圣灵是不是跟我同在了？不知道弟兄姐妹私底下有没有这样的疑惑过啊？有没有这样的担心？有些呢做得很好的基督徒也非常关心我们的灵命的成长，经常给一些读经祷告建议也好，或者是接上课的时候去读，要求你去参加一些服事，对吧？去锻炼锻炼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这些建议非常有压力，带着那么一点点的质疑啊，就说：“哎，怎么这个基督徒都是基督徒了，还是这样子呢？”其实加拉太人呢，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质疑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的地图。所以加拉太地区，大家看到没？是在上面北边，中间一点，今天是在土耳其的境内了啊。耶路撒冷呢，在这个下面。大家看到没？右下角这边是耶路撒冷，这是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到过的地方。他因为生病，在加拉太的教会住了一段时间，两边顺便传教。这些，那后来呢？保罗离开之后呢，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教会的人，就从右下方的慢慢走到了加拉太地区。加拉太地区有很多教会，那这些呢？这些耶路撒冷来的人呢？因为他受犹太教的影响非常的严重，他们来到这些外邦人教会，他就说救赎之功啊，救赎啊，虽然来自于基督，但是呢，得救仍然需要靠行为。说起行为呢，如果大家稍微认识犹太人，就知道没有人比得过犹太人。犹太人的节日，从他们节日中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节日不只是休息，而不只是大家坐在一起吃饭，其实整个是一个文化教育的活动啊。比如说安息日，犹太人安息日呢是星期六，但实际上呢是从星期五晚上开始，到第二天同一个时间结束。那晚上开始呢，主妇就在家里点灯，然后有个特别的祷告，那象征着这个安息日就开始了。然后大家呢在这段时间24小时内其实不工作的，大家就在一起休息，读神的经，然后大家一起聚集，家庭可以在一起聚餐。这个呢，就象征纪念神的前六天的创造，在第七天都休息了。所以一周的第一天是星期天，第七天是星期六，所以第一
节日，在犹太新年的第十天。那这天做什么呢？大家放下所有游戏，斋戒沐浴，来思考这一年我干过的错事，非常的严肃啊。不只是这样，还要献祭，烧一头，烧一头牛，烧个羊，献给神。甚至呢，要把一头羊啊放在野地里，让它带着你的罪离开。替罪羊就是这么来的。所以犹太人，你看他多么的认真虔诚。他过节不只是吃月饼大家在一起吃几顿饭就结束了，他每个节日他都有很多的神圣的意义在里面。不止这些，还是逾越节啊、七夕节啊、祝棚节啊，就犹太人生活是非常严肃的。我呢，因为工作原因，认识过几个来自美国的犹太人。我工作的地方每年有交换的同事从美国来几个，哎，我们送几个过去，时不时就会遇到犹太人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你跟他讲起他的人生，他的太太是在犹太的聚会所认识，然后按时每年某个时候他要回以色列。他本来在美国也生活很好，我们的交换这些同事都是美国的医生啊，都是那个脑外科的医生。所以呢，他们其实非常认真的一个民族。所以呢，加拉太的人一看，哎呦，对呀、啊，他们看起来是非常的虔诚啊，怪不得神要选他们作为选民啊。我们要不也努力一下，对吧？所以加拉太的教会也开始守一些犹太人的律法，就如同我们今天要读到经文当中犹太人要守的割礼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五节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。哦，是。我们一起来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我保罗告诉你。
为吗？真的有那么简单吗？在这个世界中啊，我们有一个常见的社会行为叫交易。古时候以物换物是交易，后来拿铜币换物是交易，拿纸钞换东西是交易，现在刷手机买东西它也是交易。那交易呢，我们在交易当中我们追求的就是等价，要不然你给多钱你就亏了，你给少钱哎赚了个挺好，但人家亏了，对吧？所以在交易当中要你情我愿，其实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等价。那灵魂得救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基督耶稣以来一个信字就解决了，神这不太亏了吗？对吧？神不会做生意啊，大家有时候会担心。而且看看旧约的圣经呢，看看以色列的历史，以色列人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做得非常好，但是神还不一定他们同在呢。你说我们现在不多做一点，那神真的会救我吗？所以大家总在想这个问题。最近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，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，叫《都挺好》，大家都看了吗？这一家呢有三个孩子，有个小女儿，两个儿子，老大老二都是儿子。妈妈呢就喜欢儿子，不喜欢这女儿，对吧？其实人呢很难做到公平，对自己的孩子都不见得每人是一样的。所以神有那么多的孩子，那真的不对那些优秀的孩子另眼相看吗？所以我们总在想这个问题。其实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的。我曾经有位朋友，他一直跟我说他很难信神，为什么呢？他很难理解他爸父的这个概念，就是我们父神的这个概念。因为呢，他是很调皮的孩子，他有个哥哥，他哥哥读书很厉害，然后很顺利，后来就读医学院，当了医生啊，结婚啊，真的就是别人眼中的好孩子啊。他就不调皮，他爸呢就很不待见他，所以他很年纪轻轻的就出去做生意了。他年纪比较大一点，就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，他回到家，90年代末的时候，赚了钱，回了家，开着车拿着钱去看他爸。他爸那个时候就觉得，哎呦，这小子好哎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哥哥已经离婚了，然后太太带着孙子也走了，老先生就觉得，哎呦，我这大儿子，那到最后，挣个死工资，孙子也没有，中年失婚男。再看着小儿子，哎，小儿子现在厉害了，他就觉得这小儿子好，所以他一直没办法体会啊，神爱人的无差别性。神父母都难免喜欢更优秀的孩子，所以神真的看平庸的我们啊，和别人家优秀的孩子会是一样的吗？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我们需要再多做一些事情。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自己怀疑自己不配。这种人都很谦卑啊，这是好学生。为什么呢？觉得自己不好，一不精就犯困，对吧？祷告不能定时定点儿，服侍没有恩赐，哎，做事还不能坚持。哎，我这么不好，神怎么会拣选我呢？对吧？其实很多基督徒都很担心，觉得为什么我每次翻开圣经我就睡着了呢？是吧？晚上睡觉之前还在圣经，哎，睡到天亮，对吧？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心，说我真的不行啊，神真的会救我？他是那么的完美，我能够跟他一起匹配吗？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吗？第三个原因啊，就是别人会根据你的行为判断你是不是得救了。就像一开始啊我说的例子一样，有人会给你提意见呢，哎，你这丽娜最近又长胖了啊，这没节制的很好啊。我这开玩笑，在教你十几年一直都没有做好这点。然后通常都是你信仰中的长辈，对吧？看见我们一些不完美的行为，恨铁不成钢，各种要指点我们的不足。所以有来自外界的别人的压力，我们总是在想说，是啊，自己真的做得不好，对吧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多做点什么，无论我们做不做得到，我们开始读经祷告，更多的读经祷告，增加奉献，我们增加奉献，装作自己是某种基督徒。但是这种心态呢，其实是不对的。在圣经中呢，其实有一个故事啊，非常
清楚地阐述了这个事情。我们来看一幅画，这个有点太亮了，大家可能看不清楚。我关个灯，大家看看，能猜得出来这是哪个圣经故事吗？猜得出来吗？几乎笑得很有那个声音，猜不出来，看下一张。哎，这是浪子回头的故事，这是伦勃朗画的啊，是世界名画，大概画的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。那我们现在讲浪子回头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啊？在《路加福音》的第十五章，有一个这样的比喻，耶稣说，一个人呢，他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呢不争气，他要把父亲归给他的财产提前分给他，然后带着钱到远方去挥霍。当他挥霍完所有的财产之后呢，又遇到了饥荒，然后很落魄，流落到要去帮人去喂猪、养猪，然后跟那个猪抢吃的。那个时候他想起，我父亲不是很有钱吗？很厉害的一个人，我要回去，我错了。所以他决定回家去请求父亲的原谅。当他回家的时候呢，他父亲在远处就看着他了，然后就发了慈心，然后跑去抱他，然后热切地与他亲嘴，宰了肥牛都庆祝他回来啊，又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，把戒指戴他手上，然后把鞋穿他脚上。那大儿子听见了，就对这个小儿子受到这样子的待遇啊，而自己一直忠诚却未受过奖赏，感到非常的生气嫉妒。这个就是比喻啊，你看那个图里左边跪下的就是小儿子，然后抱着他的是他爸，右边在旁边看像没啥事儿一样，那是大儿子。其实图本身后面其实还有清楚的话，看得见有几个他们家的仆人，我家是有钱人啊。所以浪子的故事是这样子的，这是个比喻。那个父亲呢，就是我们的父神，他知道小儿子做的不好不对，但是呢，只要他愿意悔改回到他身边呢，他是很愉快的接纳，好吃好喝，哎，还有给了戒指，还给首饰啊。觉得自己信得不好的基督徒，就是这个小儿子。其实只要你悔改，回到神的身边，无论发生之前发生什么事情，神都会接纳你。那怀疑别人得不得救的人呢，就类似这个大儿子，他的行为比小儿子好，但是呢，感觉呢，神对他的爱和接纳是一样的。他不理解，难以接受，他打心眼里觉得自己的好行为应该是值得神看重的，在生活中就会想要突出自己的优点。突出自己优点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告诉别人缺点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，所以我这样做才是对的，你那样做还不行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，他说，孩子，你始终和我同在，你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啊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耶稣基督用一个比喻啊，把救恩讲得很清楚。他的救赎是怎样的？他不是在挑选三好学生。很多人在想，神为啥不挑选三好学生呢？三好学生哪里不好啊？其实我自己也经常在想这个问题。最近呢，我就体会到这个感觉啊，时不时体会到一次。我在教会待了12年，就是我的辈分渐渐渐长，然后6岁的小孩开始叫阿姨，叫阿姨，我觉得还行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年纪到那了，我能够接受。后来发现他转过去对我妈也叫阿姨，我当时就很生气，我觉得我跟我妈差了20几年呢。这孩子看得太不准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哎呦，这不对。其实，在一个年轻的孩子的眼中，我跟我妈的共同点就是老，对吧？他觉得老20岁是老，老35岁，跟他也差不多。其实，在神的眼中也是一样的。无论人觉得自己有多好，和神的完美和他的圣洁比，我们其实都是非常的有缺点的。所以，当我这个大儿子觉得我妈那个小儿子更老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我相信神也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保罗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
可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在这里，什么是奴仆的恶呢？就是行律法才能称义，才能得圣洁。旧约的圣经呢，记录了很多的律法，律法呢是让人知道什么是罪。在启发课呢，我们教会的启发课就有一节就讲什么是罪。曾经有位慕道友，现在也是我们弟兄姐妹，就说你们让我知道我是罪人，又告诉我们自己没忘了赎罪，是为什么？其实答案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要人知道有罪啊，不是说他要羞辱我们，而是他要告诉我们他会来救赎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想要我们有这样的恩典，让我们快去信他。所以在第五章第二节，保罗说：“你们继续割礼行律法，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。基督已经死了，为我们的罪献了祭，我们在他的眼中视为圣洁，视为义的。如果我们还是行律法，那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罪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我们不能再去行律法。”那有人会说，如果我现在基督行为上在守些律法，那看起来更得救了，锦上添花一下不好吗？不好。保罗说，受割礼的人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，这是在第三节。因为要从行律法得救，就不只是行割礼了，还要守各种节、各种献祭、各种的规章制度，犹太人一个都不能少。这个就如同啊，你移民来纽西兰，各种移民的种类啊，我们都是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。比如像我这种半年来没钱，年轻，然后有文凭，还能说点英文，那就是技术移民，符合技术移民的条件。到了基督，如果有了基督，信了基督，跟随了基督，你再去要行割礼，就要什么呢？我现在已经拿了 PR 很多年了。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了，我觉得投资一年挺好，要不我试试我能不能满足一下投资一年的条件，我再去填个表，跟移民局说，哎，你看我这英文达到你要求了吧，钱现在还不够，比以前多了。你猜移民局会怎么想？他一定会觉得，对吧，我是不是该吃药了。其实呢，这是两条路，得救的方法是两条，但是你只能选一条走，你不能走一条，另外一条走一半，或者是你这条路走一半，另外一条路走一半，这是不行的。所以当你选了要行律法称义，你就要去守所有旧约的律法，所以你只是割礼是不够的。所以保罗说，你是欠着行律全律法的债，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。那在第五章第四节，你们正要靠律法行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堕落了。如果我们不要基督的恩典，就像我说的，我们回到了旧约的时代，按照行律法称义，但是稍微有自知之明的人都知道，人其实是做不到的。又回到移民的例子，我没有能力达到投资移民条件，对吧？守律法称义可比任何的移民的条件，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都苛刻很多。保罗曾经就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一节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保罗他是法利赛人出身，他是神拣选的使徒，他都公开说我做不到。那如果我们还是要去行律法，我们就是逼自己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结果呢，就是外表的虔诚，内心的痛苦，自欺欺人。所以呢，我自然就会选基督救赎我的这个道路，接受神给我的恩典。恩典的定义呢，其实就是你得到一个你并不配的东西。因信称义不是一个等价的交易，但是神是这样设定的。神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所以大家不要怀疑神对每个人的恩典。神呢愿意来救赎每个人，愿意
来到我们身边，愿意我们都凭着信心，凭着圣灵来等候所盼望的意义。所以来总结一下我今天讲的，我说话是不是太快了？我来总结一下我今天讲的什么东西。首先，我们得救的条件是什么？信心成义。对，信心成义。所以信不信只有自己诚实的面对。那信神可以让你得救赎，信可以带来行为的改变，但是行为不能确认你得救，这个顺序不能反。人容易看行为，神呢看得见人心，所以不要陷入行律法的陷阱，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好基督徒，神却说你是不是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呢，当别人说你的行为不够资格当基督徒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要清楚你的信心，对，信神就不要怀疑自己和神的关系，所以不要伤心，不要跌倒。当别人因为你的行为不够完美向你建议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谦卑一点，接受这个事实，这些东西我还做不到，对吧？求神帮助我们慢慢的改变，有一天我的身体从内而外的由衷的可以做到这件事情，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。当别人看见这个过程，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如此的真实，他在活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，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神啊，你真的是为我们铺平了所有的道路。你希望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，是我们做什么都不能匹配的。神啊，通过这些，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怎么样子的，就愿我们沐浴在你的爱里，因着这个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动力，让我们在享受信仰的自由，不被所有的奴仆的恶捆绑的时候，神啊，我们可以专心的在你身上去追寻你，去寻找我们内心最真实的和你的关系，神啊，不为世上所有其他人的眼光而改变我们的行为，那因着你的爱，因着你的大能，因着你是如此真实的神，神啊，我们愿意来到你身边，我们愿意跟随你，我们愿意一点点的改变你，神啊，因为你的大能，我们把这样子所有的一切交托给你，神啊，就希望你能引导我们，希望能帮助我们众人，所有的人都能够因着你可以摆脱我们律法心中的这些捆绑，让我们可以尽心尽力的来体会神啊，你给我们的爱和在里面的自由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我是神，我是主耶稣基督，是我赐予的主，让我一起爱你。